我想，人都会变吧。这样的状态已经差不多一年了。嗯，17年了。我每天都会忍不住想见他。等我一下。大部分是趁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。他那种孩子气，有点迷人，又有点帅。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刺激。有时候也会不敢看他，有时候还是会伤心。总是让我意想不到。我爱上的是他。我也是。骗子这么多，难怪那么爱 Disney Plus。各种台、日、韩剧，从影剧到动漫、综艺到体育，应有尽有，内容多到意想不到。精彩热播还有更多。开始吧。嗯。